嗨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玩具给库开箱全台第一组，一将工作室正版授权 WCF 草帽团前三弹，正面是 logo， 侧面有名称、尺寸、重量，超整齐的包装。再转过来，运输箱上有官方图案写的航海王，加上猫阵收藏感倍增。一个一个打开的，还有塑胶袋，国风造型排版很像，一番赏。侧面就专属图案、名称、配色、排版，还有剪影就很有地位。再转过来，在 GK 盒上看到正子真的是很新鲜，片布他们写沙皇布，正上方就是。是名字，彩盒也是非常的硬，拿起来质感有够底，包装这么好，而且有版权的 WCF 一体才3000块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每批用的收藏卡片摆在这上面，连编号都没有，就再好都不知道要干嘛。专属绑带，专属保利龙，全部打开来之后，分件也是干干净净，就几乎没有分件，很可惜没有纪念金币。花瓣看起来很像安格斯的甜点，但它框框写猫阵是要贴正子的，结果正子还是印在旁边。翅膀就超级的好看，但这不是明哥的颜色吗？手指到羽毛颜色跟形状的渐变，每一条线都抠得很清楚，毛流跟方向也是，是个好设计。而且又有支撑的功能，直接让罗宾姐姐腾空，画面感提升。真不愧是罗宾，我没见过 WCF 比例腿这么长的，脸的话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看的，有意见的话去参考 XS 的，那白色。直接吸附上去，玩具给库官网售价3250，我觉得不错。造型就取自这个天使之翼的招式，然后穿了旗袍，有一点点小 T 恤的感觉。罗宾姐姐用手带你飞，懂的都懂。哇，被这个色调感觉比橡皮筋还痛啊！它其他也是蛮好看的，衣服就比较少林寺的感觉。底座是非常拟真的石头，没什么好看的。然后这个超像幼儿卡通频道跑过来的鬼东西，看起来像石块的玩具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姑且就叫它必杀凤蝶流星。轻松放上底座，插入两条烟雾。然后看好位置，请片人部登机。这个姿势有点滑翔，角度像冲浪，整个动作设计跟配色我都很喜欢。玩具给库卖3050，身为爱色的男人必须拥有。这要看罗夫，表情偏凶狠，手上抓烟很特别，也是走一个唐装造型。然后这个伤口是在开玩笑吗？做了这件就是这个铜狮子了。底部一样为了排版，硬要把猫贴印在框框外面。帽子超级新鲜的颜色，有点小丸子的感觉。底座石头跟无辜断掉的木条都是好品质，这是我看过质感最顶的橡枪了。指甲指节也是有够好看，旁边皱皱的皮也是有深有浅，整个皮看起来又软又硬的。那应该是我看过第一个消光烤漆效果的武装者，要同时放入装位，插入袖子。哎呀，真的是很好看，是个好三档。这么棒的大象你一定要买，给库官网售价3400，有够香，高度比例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是越看越喜欢，你不要给库了，给我好吗？那今天开箱到这，相当值得收藏的一组，谢谢观看，购买链接在资讯栏886。